文文，你还真搬过来了？啊，我那个是个信守承诺的人，说过来给你们当保镖就给你们当保镖。好吧，我帮你拿了。啊，好。那房间那么小，你怎么住啊？我没啥东西，睡个觉就行了。你看，这里没有床。没事，我买过了，晚点就送过来了。啊，好吧。要不要我帮你收拾一下呀？哦，不用，我自己收拾行了。你去吧，你们去忙吧，我自己收拾。嗯，收拾差不多了，虽然小了点，但是蛮好的。老范，啊，你收拾吧，我出去一趟。哦，好。哎，躺会儿。哎，好无聊。看他们干嘛呢？文文，哦，那看书呢，那这个牛奶给你，以后就是邻居了啊，多多关照。哎，那个门口给你买的那个牙刷跟牙膏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，谢谢。嗯，静静在家吗？他在房间了。哦，好。哎，门怎么没关？静静。我操，你干嘛？啊，我。What?